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！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所有重担离开晒，喺神里边咧，再冇重担啦。你家人嘅重担奉耶稣名而家放低，家人嘅重担放低，奉耶稣嘅名，家人嘅重担而家放低晒。我哋祝福佢哋，不过冇咩重担吓，而家你用嘅手嘅动作，我哋祝福佢，但我放低。 我唔好俾佢影響，唔好俾佢嘅情緒影響我，唔好俾佢嘅負面説話影響我。奉耶穌嘅名，所有家人嘅影響放低曬，所有工作壓力離開我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幾多個咧喺這次嘅過程咧，你覺得個人咧鬆咗啲嘅？ 舉手有幾多個覺得個人鬆咗啲㗎？啊，咁嘅神話就係呢種，即係都係一種釋放，係釋放嚟㗎。另外咧，有啲可能咧，好似多啲嘢添喎，仲好似多啲嘢走出嚟㗎。請你舉手有幾多個覺得好似多啲嘢走出嚟㗎？舉手有幾多個？嗱，呢個都係喺屋企嘅時候咧，你就處理某啲人啦，某啲傷害過嘅人，某啲特別嘅影響你嘅人。 就喺屋企處理，或者有啲事情影響嘅處理，讓你咧逐樣鬆晒，咁你就一路又愛慕神，然後咧奉耶穌名趕走咧，就鬆下鬆下，越鬆越嚟越冇嘢㗎啦。OK。